今天阿丽到你家要造访一位农村的返乡青年刘耀斌。六年前，他看到家乡的农地逐渐荒芜，让他兴起了回乡耕耘的斗志。儿子已经一岁半了，却很少有时间陪伴。因此，今天阿丽要教耀斌用他自己种的健康米泡出一杯香喷喷的玄米茶，来谢谢太太的辛劳。